阿爸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阿爸，请阿爸公开呢给我们讲，阿爸是什么时候也来到这个回摩村？1971年4月6号。以前阿爸做过情报人。做过呢。我请阿爸讲一下，可是怎么做过来呢？我是1967年12月12号，参加中央情报局、国防部、1920区光武部队，所谓呢大陆工作组，做了近39年了。阿爸以前是不是换过很多名字？是啊，有4个名字呢。第一个名字是爸爸妈妈给我的，是天钥匙。因为爸爸是牧师，我们不有这个社会的名字。那我当兵我报名字，他们说这个是外国人名字，你不要叫。你们家是你第几个？我第6个。那天老路，那1967年呢，他就把我换名，我就到缅甸换名字，换田中文。那么1996年又改我的名字叫赵立基，4个名字。我们情报人换一个地方就换一个名字，换了领导人就换一个名字，是这样的。现在就是阿爸的手是怎么来呢？怎么受伤来？昆山帮我想想帮我害的，昆山帮我害的，昆山的部下，现在人还在马新店。阿爸可以讲几故事。一段故事给我们听呢。是吗？讲他的故事下来。关于他们上午的故事了嘛？因为他们认为我比较有头脑一点呢，他们想要把我除掉。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眼中钉，做事不方便，成为他们的绊脚石。他们想办法把我除掉，不只是昆山一个人啊，杀我。我要你吗？83年就把我搞成那个样子。另外呢是杨伟刚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他派人杀我，出20000块钱把我打掉。现在打我的人还在的，邵团长、邵旅长。另外他也打我，打枪打不出去哈 ，M16，两个人啊，最后通过了，由邓丽君来我们这边，有人杀我，因为捐助我们16000，我到前来去领钱到美站，我就心不安，我说一岗。神让我看到，我肯那天如果我坐摩托车回来，我就死了。神给我有预感，我就包了3张车，一张车我坐在前面，第二张车买苞米，买满满的一车米，第三张车买水泥，把摩托夹在中间。把羊铁皮买进去，我就坐车回来。坐车到加克暖那个地方是坡下坡呢，砰砰打了，是那个杨伟刚，他多我的仇人，我的仇人很多，
因为我太正直了。如果我再肮脏，我外乱搞了，我就倒死了。我们做人不要乱啊，人家害我们不要怕，我们不要害人家。他们只害我全部死了。就派人来杀我来家，拿枪，叫我吃饭。吃饭来的叫阿姨，是八姨。他买罐头，去五合罐头，又买5包什么那个面挂面，又来。我说你来，你来吃饭吗？我说不吃饭。有事跟你讲哈，跟你的家后头讲。其实我手上有手枪，他不晓得的。我跟着去，他跪下来，把那枪给我。是那个叫他杨伟新、杨伟刚的弟弟。杨伟新死了，现在我还活着。所以第一次杨那个昆山家帮我拴的，拴到爬楼上头那坡头，我很多人连我的坐的车烧到烤烂，所以。把我拴到，你为什么跟台湾人往来？他们说我是帮台湾人做情报，我是传的人，他不晓得，因为我那时候做传道，只是拿圣经遮脸而已。我希望你们这些娃不要学。